现代新速派，健康更安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关嘉宇。这次我们新速派呢，走出台湾，迈向国际的马来西亚之旅呢，又由我嘉宇啊，来为亲和力十足的爱珍姐代班主持啦，带大家来到了马六甲。后面这条河是马六甲河，也是这座历史城的重要水道，以前更是东西方的贸易中心了，吸引了像是中东啊、印度、中国等等的贸易商集结于此。像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位香芝师姐呢，她也是把多样的新鲜食材结合在一起，变成了美味可口的料理哦。哎，吃饭哦，唔通输人呢，快进来。哎，今天啊要来到我们现代新速派要上菜的这位师姐呢，哦，好有亲和力，好有妈妈的味道哦。要带来这道是属于妞妞菜的马来西亚家常料理，欢迎我们黄玉凤师姑，师姑你好。任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全球观众大家好，很感恩哦，很感恩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，感谢大家。哦，你看有乖不？好有妈妈的亲和力哎，金姐来到马来西亚好几天了哈，哦，会开始想家了。除了想我们的爱珍阿母以外，都想嘛喜欢打给妈妈啊，快乐力哦，真的跟打给妈妈嘞。那今天要讲说来什么款的料理？什么料理呢？哎，就是啊，香酥曙光，香酥曙光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材料跟调味料哦。香酥曙光，材料有秋葵适量，红萝卜一条，马铃薯500克，番茄两颗，猴头菇500克。调味料有辣椒干适量，香茅2根，红辣椒3条，黄姜1小段，盐1汤匙，糖1汤匙。香酥曙光哦，吃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？我现在是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一定有妈妈味啦哦。玉凤师姑，对不？对不对？还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呀，怎么可以？这妈妈味很好啊！来，来教一下我们怎么做呢？来，辣椒干哈，这个20克辣椒干，3个啊红辣椒。为什么红辣椒呢？因为红辣椒颜色它会比较美。要有辣椒干，切断了，泡水切断。对，好，再有新鲜的，新鲜的，因为它颜色比较美嘛，煮出来它颜色就会美咯。哦，啊，因为红色它美啊。应该你照过来啊，这个是香茅，香茅也是给它切片，切片之后来磨了，来磨啊，这个黄姜，好，也要切片，对，一起来磨哈，一起磨。还有就是这几样东西，好，那么我们这两样呢？这个是煮的时候的盐和糖，哦，这是待会才会用得到啊，哈。因为我们用味精，我是用糖一点糖。所以我们现在要用搅拌机去把它搅拌。对啊，这样这些，这些先好。先把这个倒下去先，因为这个有泡过水的。要不要再加点水了？要，因为不加水它搅搅不动了哈。对，加。啊，为什么哈？我们这些材料一定要用搅拌机把它搅成那个泥状的？那你不搅成它？从前的没有搅拌机，就用来装啊，用那个装的，就是一个好像一个锅一样，然后更能够蒸苦啊，阿舅啊，会蒸啊，啊，加多少水啊？不用太多，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。再来。搅到非常的，对，搅到蛮溜，这样子，你看你这样的水，它就会溜了，它会变成来。好啊，这样子就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搅完之后，我们就切这个要炸马铃薯，那个红萝卜哈。红萝卜为什么要炸呢？因为我们要把它的甜味为主。但是我们不炸的话，等一下我们放下去一起焖的话，它就会。那个甜味会跑掉，而且会粉粉这样子。哦，所以炸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把这个甜味要把它锁住。要把它锁住它。
好，红萝卜把它切成这条状了哈。啊，红萝卜配成那个角，那边我们叫角豆，我们叫什么葵？秋葵。秋葵。秋葵。啊，我们这里叫角豆。角豆。对。所以叫法不同哈，那我就放去炸哈。好。都不用沾粉了哈，直接就这样下锅炸了。不沾粉，就为什么要给它炸？就是要给它，不要给它焖的时候啊。那我们就要开比较中火，小火。中火一点。小心喷到油。中火一点啊，不会不会。嗯。哎，你炸的时候哈，你看它的颜色就。需要炸很久吗？不会，不要很久。就只要稍微给它过个油这样子。对对。就是不要给它的那个马萝卜哈，它会你在焖的时候它会跑出来，这样变成那。没有像条状就好了哈。哎，对，这样炸就好了，很快的。来，这个碗可以让你装。小心啊，油啊。好。那火是不是要先关起来了？没有，我炸这个炸角豆。哦，炸角豆，角豆也要来。要炸。为什么角豆要炸呢？因为不要给它那个什么，那个它角豆我们切上还会有点黏黏嘛，是不是？嘿嘿嘿。对。啊，我们炸的时候就围住，对，就围住了它，不要给它。现在我们切的角豆哈，角豆也要切。啊，我看看有一个角豆哈，我们就切跟那个红萝卜的形状这样。哦，也是一样这样对对。因为哈，你看我们不切它，它会有点黏黏，它会黏黏这样嘛。我们炸了之后啊，它就会锁住这个黏的，它不会跑出来。营养也不会流失。哎，营养不会流失，而且你看你煮的时候，它那个汁哈，也不会这样说黏黏的样子样子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要炸就是这样。好、哦，我刚刚看到这边哈、哦，这个马铃薯啊、哦、也是要切块状，然后但是它已经有炸过了、哦。啊，对，这个因为马铃薯炸的时间比较久啊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怕时间来不及，就把它先炸，因为马铃薯要炸到它的水分干嘛、啊，里面的水分干，里面的水分不干，那你煮出来的马铃薯它里面好像。有点硬心这样，里面也这样好吃咯。哦，所以要把它炸到，炸到它里面熟，然后变得轻轻的。啊，它里面熟哈、啊，那么它在你煮的时候，它才有香味啊。哦，也不会吃起来这样好像没有熟这样。对，哎，你这个你稍微这样炸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炸到。秋葵一下子就好了。啊，你炸它就是不要给它那个那些黏黏的那些流出来啊。对，好。真的是只要稍微过个油就好了。对，过个油就好了。你过了油，你看它的甜味就在里面了，不会流失出来了。真的，而且你看这色泽非常非常的鲜艳，哈、哦，绿的绿的好漂亮哦。Yeah, 它就是红红绿绿这样子。嗯，这个红色的这个是红萝卜。哎，红萝卜。漏网之鱼。对。好。炸完了之后，我刚刚看到我们这边还有猴头菇，猴头菇这个也是有炸的。猴头菇我现在就没有炸，不需要炸。现在还没有炸。没有炸，对。现在我们就切这个。所以猴头菇是不需要经过炸的。不需要炸，因为你炸了之后，切块状就好了。它有一点干，就没有这样甜。哎，我试过，哎，我有试过，因为炸了之后，它就比较硬身，那你煮出来它的。这些甜汁哦，不会跑进去，而且吃起来没有这样好吃哦。对哦。啊，这样番茄。这个番茄切这样子就对了。切为什么要给它一点？因为这道菜有点酸辣。有点酸辣。所以我们就不用那些，有些人才用那些啊，马来人叫阿萨嘛，酸，那种酸的啊。一种酸豆。不是啊，对，就那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用那些。马来西亚常常我们这个料理常有什么？阿生拉萨。阿生拉萨，对。阿生拉萨就是一种酸豆啦，哈。所以我们就变成用番茄来代替。番茄来代替。大大小小吃到也没有问题了。对。尤其是老人家，家里有老人家有风湿啊什么，又不敢吃酸的东西呀、啊，我们就用自然的东西来了。好，这个要不要加油？要。加这个油就可以。要这个油，这个油可以，一点半两。一红石菇啊呢，一点半两，一点半两。我们这个油不需要多，因为我们那个猴头菇还有油啊，还有油，还有我们炸过的东西也有油啊，对，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先炒先。番茄炒了之后呢，让茄红素会更好吸收。因为啊，番茄炒了一下。因为什么要给它的那些酸的出来，哈，酸出来之后就把那个辣椒，辣椒啊，刚才搅好的辣椒哈，对，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搅好的那个搅好辣椒放进去。为什么不放辣椒先？要放这个酸啊，那个番茄先呢，要把它的酸出来，好，
所以就来放辣椒。辣椒。嗯。就直接这样子拌炒拌炒，拌到它的辣椒有点香味出来之后，所以要再等它比较收干一点嘛。哎，你慢慢等到它的香味出来，你看有像到香茅的味道吗？香茅的味道出来之后，好。哦，有啊，慢慢香茅的味道有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倒那个猴头菇下去。还有点香香的，那现在猴头菇要下去了。啊，可以加猴头菇。好。现在猴头菇也都没煮过，没有炸过，不需要炸过，因为炸了它就硬啊，吸收不到这些。也没有去下水煮过，不要，因为这些我们买这些比较好的，不要买那些比较便宜的。我们测素的健康就要买那些大豆啊，这些啊比较好的喽。诚意十足哎，给我们吃最优良的哦。一家人测素哈，尤其家里老家师兄他也测素了，所以就变成我们必须要顾健康啊，不要测素不健康的，怎样去带人家测素呢？你要是自己测到不健康，你这样跟人家讲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测素了，测到健康了。以前哦，我爬楼梯要以身作则了哈，对对对，素哎，你看啊。哎，你看，听说你们现在这个时候，你们都是在做什么月饼哦？做对，我们在筹备工作啊。筹备什么工作？筹备切那个冬瓜糖、季饼，还有选芝麻，这些都要。芝麻会有石头啊。那为什么现在就要做这个？哎，我们9月1号就要开始做了。9月1号。啊，正式开始做。是要干嘛？是要去啊？这个星期六，我们做，他们去卖。哦，你们做，然后义卖的其他的职工来帮忙，对，他是为了什么而义卖啊？为什么义卖啊？筹款喽，筹款啊，对喽，你一直要去向人家募款，未必会每个人会觉得很忙，哎呦，这么你们慈济人一直要募款的，所以我们这样做了之后，大家很欢喜啊，又可以做好事，又可以吃，所以每个就买到很欢喜，而且又是素食的哈，对，我捐款了。我买了这个素食的料理来吃，然后你付出又收回啊？对，我付出又收回，而且真的得到更多。对，你要是真的喜欢爱上这素食料理嘞，哦，那下半生真的是未来真的很美哦。好像我去收夜间哦，那些朋友都讲，你去做夜间回收啊？他就讲，你们吃素怎么会吃到这样有利的健康？我讲，你也要吃吗？嗯。不会煮啊，来我教你们煮啊，很简单的嘛，吃素很容易煮。哦，你就把这个素食推出去给他们，对哦，要给一些书介绍一些我们慈济啊，慈济的书啊，介绍给他们啊。这时候就是把那个红萝卜、秋葵，还有刚刚的那个马铃薯全部都放进去。对，要不要加水？要不要给他们一下，给他的精味，还有辣椒、精味这些料。这样干干的 OK 吗？不会，这个我不会干掉，焦掉不会啊。为什么要这样炒呢？要给它精味。味道要入味，要给它味道入味之后，那么你才放水。好，给它。要不要加点调味料？给它焖一下先。要给它焖一下先啊。对，然后这些盐哈，大概是我们的这个汤匙是一汤匙啦，茶匙哈，这个是比较小了哈，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没有其他的，没有说有味精啊什么，这个是盐啊，这个是糖，糖，因为我们没有用味精，就用糖来取代，用糖取代，味精不好，我吃的口都很干的哈。哎呀，人家是这样做啦哈，不过我们到外面去吃的话，也不要去避忌这些东西啊哈。人家是赚一碗饭吃罢了，是吗？好，来我加水。来加水。给我加这个两碗。好。师姑。你这头毛都是电料，你自己烫的哦。头发是没有办法烫啦，不过自己会，因为我从前是做电发的嘛。哦，你做那个头发的哦。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嘛，再来一碗，再一碗。再一碗。没有机会读到书，就去学手艺咯，啊。哦，你有去做学徒。哦，做学徒。做学徒好苦嘞。从前能做学徒，从前做学徒哦，一个月几块钱，还要洗衣，还要帮人家洗衣服。还要帮老板娘洗衣服。他还不一定会教你。对，你怎么能学到他的手艺啊？哦，我们就是几个同事苦学咯，晚上时放工的时间，你跟我做，我跟你做这样。互相啊，互相就是这样来的。今天头发自己做了啊，今天自己做。漂亮哦。这样子在学那个学徒啊，有没有非常的辛苦？辛苦，以前的学徒哦，早早要起身，要做到3更半夜的。不过啊，那时候我还没有进慈济之前哦，我是认为退休了，真的是幸福啦，可以看电视啊，跑逛街。
啊，你那时候都是在做善事了，就去帮人家义剪了哦。啊，没有啊，那时候只是邻居剪罢了，到后来进了慈济才说去跟那些老人院啊一剪了。发挥你的功能。对，就是一个师姐发现到，哎、欸，你做回你老本行啊，你去剪头发，这样子三分钟、啊，完全放开，就加了水，就是给他们十分钟啊、哦。所以这道菜啊是很快的，因为你可以准备先，好像你明天要煮，你就晚上可以把马铃薯稍微炸一下。哎，啊，第二天才来炸这个角豆跟这个红萝卜，啊，那么你放下去煮，那么你还可以放到隔天，它的味道就更入味。那你就可以去动别的东西，来到这道菜就好了。哦，所以十分钟啊，很快。所以你看一道五个颜色的菜，有五个颜色。所以想要讲哦，现在的玉凤师傅哦，这种妈妈的味道，你看做事情哦都有安排的，先做这个，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家事，回来这道菜好了。这个给他们可以切别的菜，再来都可以。其他的时间去帮忙做一剪，去帮忙做回收，哦，还去包去做月饼。月饼是大家一起做啦，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的啦。月饼是要团体的，哦，一个团体才做得成，一个人做不了东西的。反正你可以煮，一个人可以煮，你做这个。实际是太多了，做不完，一定要大家一起来。是大爱的家庭哦，要大家一起来才可以的。啊，太棒了！哦，安现在是已经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阿师傅，你反正时间还有这门道多五分钟就好了，没十分钟啊。然后我这边好已经有做好的喽，啊，那边有做好的。哦，好，我这边做好的，当然我要来试吃一下下。这个就没有这样烧喽，这个才做好就比较烧喽。怎么样都是好吃啊。好的，你就试一试吧。我来试一试啦。嗯，猴头菇。好的。哎，我们叫秋葵。秋葵，羊角豆。还有马铃薯，你试哈马铃薯。好，我先试这两个啦。啊，烤豆腐好吃，香不香？好吃，而且那个香茅的味道非常的浓厚，哈，那个香茅的味道，对，香茅很香的，而且酸酸甜甜的哦，辣辣哦，辣辣酸酸哈，但是不能说很辣，我可以接受。对，就是因为好，未来孩子们吃哈，不要说很辣。香醇，真的有甜味，知道？真的。秋葵炸过之后，它里面整好那个黏液哈，还在。它煮了这么久，那黏液还在，而且吃下去真的非常顺口。我觉得吃完之后，就对我的胃啊，对我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。哇，好香，哪个够味？真的是，好像你们整天在外面跑的，要多吃点这个秋葵，因为它能够洗那灰尘。哦。因为它有黏质嘛。对，就好像我们以前做电发也是要吃这些东西，因为怕它电发我们吃头发吃进去，一定要吃这些东西。妈妈都爱高带，再叮咛再叮咛啊，就是要这样子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玉凤师姑，谢谢哦，请和我讲几行歌这三命。香树曙光，香树曙光，金家赞，感恩啊，感恩，感恩。香树曙光，做法是：将辣椒干、香茅、红辣椒、黄姜加少许水。用果汁机打成泥状，红萝卜、秋葵切块过油，马铃薯切块炸至水分收干，番茄切块入锅炒香，再放入打碎的调味料，炒至香茅味道出来后，再放入其余材料，并加入盐、糖调味。接着再加入两碗水，焖煮十分钟就可以了。那天晚上我自己在那边发愿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一定要留宿了，我就邀请每个人来吃哦。”哎，第一个邀请到他说：“我最讨厌吃素了，一个人假如每个月哦有两次这样的清肠哦，这对身体很健康的。”吴黄龙师伯，你好，大家好，那你要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素人生哦。哦，我听说啊，你以前啊很喜欢吃猪脚汤啊。对啊。啊，你怎么有办法一次就把它戒掉？哦，因为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回去台湾受证。当然我在那边的时候，我就在进食堂那边，每天在那边，每天吃的都很好啊。那边是什么？
都是全部是纯素的嘛，没有鱼没有肉就没有力量这样。那我在那边看到，哎，我们那边的师兄姐每个都很棒啊，而且常出师傅也看见他在做建筑的那个泥水的工作，他也在建筑啊。我的想法不对啊，心念一转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我已经来到了台湾，我现在我要吃常素。那天晚上我自己在那边发愿，我一定要留宿了，我要吃常素。那我跟我家师姐说，我吃常素了。我家师姐就摸我的头，她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烧啊？我说没有，他也没有反对我了，因为我以前是每天早上我都会出猪脚汤跟排骨汤，一头饭这样好一餐。后来我就决定没有去动它，这样十多年的很简单的就是这样的过去，我到现在都是没有，也不会看到那些东西我都怕了。我的女儿在新加坡做工的时候邀请我过去，那我过去的时候，她有一天她跟我讲，哎，爸爸，我们去一个地方，那边有人煮素食跟他戒烟，那我去看他一下。我们去参观的时候，哎，我觉得很好啊。我有没有上曾经有说过，我们自己吃素还要欠大家来吃素啊？吃素对那个地球很有帮助。那时候我就说，哎，可以啊，我们就回来嘛。博士，我就跟女儿讲说，哎，我们也可以来做啊。那么不过一个月只做两天呐、初一十五了。当天我答应的时候，我压力很大，要怎么去煮？讲都讲出去了，也不能收回来。后来我们就跟我跟家师姐上课，他又问一些师兄姐们嘛，他说怎样去煮？哦，这样去煮，我就学了，我们就来学了。学煮的时候，我们煮了很多很多。当初煮的时候，我的咖啡店嘛，我就邀请每个人来吃哦。后来第一个邀请到他说，我最讨厌吃素的。他说对不起的，帮忙了，你来吃一吃看嘛。后来他就是来吃的时候，哎，不错啊，还好啊。到现在的时候已经七年了，他每个初一十五都是第一个来哦。说到现在应该是每次都有300多位，300多份这样子的，这些都是免费的吗？免费的，连茶水全部免费。医生也有讲过啊，一个人假如每个月哦有两次、三次、四次这样好清肠哦，这样对身体很健康的。那我现在做环保的时候，那我们每次都扛那个整袋的衣服啊，整个罗里啊，我们四五个人就整个罗里，我们都搬上去罗里那边上去啊。而且我的年龄已经比他们高，还有一个问题是胆固醇比较低。以前我去站在胆固醇的时候，你的胆固醇还会降低哦，它会降低啊，降低是我现在现在很正常啊。胆固醇也很正常啊，所以我认为吃素是最好的。而且我现在我家师姐也会跟我到素食馆去，有时候她一个月都有10多20天这样陪我去哦。其实她没有讲，她默默也看着你吃素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但是现在她说，哎，吃素也很好啊。哦，洪龙师伯真的是哦，无所求的付出啊。啊，上人哦，都听为哦一个弟子啊，劝素哈。而且力行这无量义的精神啊，祝福你哈、走出一条非常踏实的素人生哦。那谢谢我们吴洪龙师伯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素人生，谢谢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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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